我今日我谂住怀住一个 enjoy the party 咁样嘅心情咯，系。其实有冇信心啊？即系成为即系女演员当中第三次可以攞到事后补助咧？我真系唔知点样答你。参加比赛系要有体育精神，我觉得系要有嘅。系。咁但系系咪真系咁注重？咁又唔系。嗯、但因為拍攝的過程真的很開心，所以我已經 enjoy 了最開心的 moment。希望啦，希望啦，看看大家投票結果是怎樣。無線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3，今晚移師澳門隆重舉行，一眾 TVB 小生花旦傾巢而出，盛裝打扮亮相紅地毯環節。事後大熱 Man 姐佘詩曼以一身黑色晚禮裙壓軸登場，全場粉絲隨即尖叫歡呼。阿佘事隔多年回巢擔正主演劇集《新聞女王》，憑住出色的演技再次征服觀眾。已經攞過兩次事後的阿佘，雖然在受訪嗰陣非常謙虛，表示自己只是 enjoy the party， 但他今年的势头大好，民望极高，香港和内地都有很多网民力撑他势必创新高，成为 TVB 史上第一位三届事后，加油啊佘。